道路若是无平，对着用路人来讲是真危险嘛，真无方便。关注人民阵地当地居民甲民意代表的欢迎率领之下，来到第三镇的中央里放疗巷以及沿正里的沿正路勘察路面的状况，并且嘛答应会拨经费来改善路况，保护用路人安全。居民向馆长反映到沿正里来这条道路的状况，路无平以外，顶头还有很多小石头，常常有老大人在这运动，加上是社区办活动时爱使用到的这条道路，是真危险。这里路是以前日本时代的保甲路啦，哦，通到那个沿河里那边过去啊。所以是社区常常用到的道路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那边办活动，就从这边。这些老人哦，行动比较不方便，天天都有人在这边运动哦。希望说路能够铺平一点哦，让我们的一些哦居民老人比较方便行动这样。而且除了这条道路以外，还有中央里来风流巷拢有相关的状况。关掉人民局嘛，伫当地居民甲民意代表的锻炼之下，来到现场勘察了解，并答应会来倾经费来改善。哎，我们蔡凤楼议员呢、啊，非常关心我们竹山哈、哦、这些基层建设啊，尤其巷道改善工程啊，还有这个排水的工程，他们非常的关心。啊，所以今天呢，来看我们中央里的网疗巷哦，还有沿正里的温水坑啊，温水坑溪的产业道路啊，另外还有我们沿正里啊，45至20号旁的道路的改善。县政府啊，对我们基层的建设都非常的关怀关心。啊，人民反映的改善改造后，啊，馆长非常的甘心哦，伊感觉讲啊，反映在咱许多人咧运动的时阵咧跌倒，所以伊今仔日立即吼，啊，就甲咱的后埔啊，甲咱的沿正里家吼，拢随甲咱答应要甲咱做吼，啊，会当确保咱许多人啊咧运动的时阵会当啊安全的问题。道路的安全是甲生活品质真有关系，路若是无平，对用路人来讲是真危险，嘛无方便。嘛希望透过居民的反映，民意代表会到三间县政府来会勘了解改善状况，来保护用路人的安全。记者林算差不多。